2007年出道的郭靖靠着甜美嗓音征服不少粉丝，近日却传出倒嗓声音像是郭大哥的问题，让歌迷们担心不已。郭靖十月底到韩国参加节目录影时，就发现声音有些沙哑，原本以为是过度疲劳导致感冒，简单的到诊所就医，直到前几天出席大陆商演，发现高音完全唱不上去，才惊觉事态严重。事先跟歌迷道歉后，大家一样很捧场，还有粉丝送上琵琶膏慰问，让他超感动。而目前公司已全面取消他的工作，也安排他到大医院做深入检查，希望能查出病因。深受失声之苦的郭靖也po文自嘲：“我的声音已经不是我的声音之我是谁。”让粉丝看了非常心疼，希望郭靖能早日找回甜美嗓音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